最华丽的英雄对战。雪人骑士诺诺，在冰天雪地中与家人失散的诺诺，却和雪人部落结下了不解之缘。极寒之地的生存环境让雪人拥有极强的适应能力，而他们的英雄诺诺能熟练地召唤北极风暴，让身边的敌人陷入绝对零度的深渊之中。大自然的生存法则让雪人一族能通过吞噬小冰恢复生命。冰天雪地之中，努努能让他人与自己一样热血沸腾，战胜寒冷。敌人来袭时，雪人骑士能投掷冰球，让对方寸步难行。努努能熟练地召唤北极风暴，让敌人闻风丧胆，等待自己。Speak softly and ride a big yeti.I'm on it. 努努是一个极具杀伤的空场肉盾，被动技能大大降低了他对魔法的依赖，加血与加速的技能更加强了他的生存与追杀能力，而强大的减速技能与大招的配合，在释放时能对敌人造成绝佳的牵制杀伤。法术幻想，努努的被动技能，每攻击八次，下个法术不消耗法力。这个技能让努努的对线生存能力有了质的飞跃，因此努努最好在恰当的时机释放技能，将优势转为胜势。吞噬。快捷键 Q， 雪人啊呜吞噬一个敌方小兵或野怪，造成巨大伤害并恢复自己的生命值。这个技能让努努拥有了刷野与霸剑打钱的资本，在战斗中更能对敌方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，无论是追杀还是逃跑都十分好用。血之沸腾，快捷键 W，努努能使友方目标热血沸腾，提升自身和目标的攻击和移动速度。这个技能让肉盾努努成了团队中 DPS 的绝佳伙伴，在让自己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的同时，也给整个团队带来了福音。冰雹，快捷键 E， 努努向敌人掷出冰块，造成伤害，并在四秒内减轻移动速度。较短的冷却时间与极强的减速效果让敌人难以逃脱，无论是初期骚扰还是后期战斗中，都让努努成为团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大招绝对零度，快捷键二，努努能召唤一阵北极风暴，制造绝对零度，极大减缓敌人的速度。风暴结束时，对范围内所有的敌人造成巨大伤害。绝佳的范围减速技能与巨大的伤害，让努努蜕变为强力的控场英雄。但是，在三秒吟唱时间内可以被打断，是他的致命伤。
合适的装备选择和入场时机，方能让诺诺的技能效果最大化。打法及装备路线推荐，努努作为一个辅助型控场肉盾，拥有十分霸道的技能设置。努努在前期可以选择打野，让友方英雄迅速发育，也可以霸线打前，对敌人不断进行压制。中期可以利用技能优势主动帮助己方队友干干，后期拥有一定装备后，方能在团战中充分发挥出自己的作用。装备上，努努可以选择增加生命、护甲和魔法伤害的装备，选择多兰之戒和血瓶出门，保证前期一定的魔法恢复能力。之后可根据形势购买速度之靴，合成水银之靴或忍者足具，过渡阶段可选择合成催化神石，中后期可购买女妖面纱、冰霜之心和守护天使，让自己在团队中的作用最大化。努努给蛮王释放血之沸腾，配合队友杀掉阿卡丽之后，弹出种种技能，找到敌方三人中心，开启大招，之后迅速将目标锁定为凯南。骗人你！但是自己的血量已经不足，努努迅速地吞噬一个地方小兵回复生命，并暂时脱离战场。在我方 DPS 发力之时，努努给凯尔释放血之沸腾，配合冰雹的减速效果和力气杀掉甚，团灭了对方。The Yeti knows the way.英雄为你而战。